钻石。我要来当最臭的欧美风网红，沉浸式泡一杯绿拿铁 Green Smoothie。Set one， 先准备一副 healthy 好水。那我当然是用最臭的 Brita， 刚好最近开始用新的永续保健水壶，那一起来试试看它的 taste 口感如何。Set two， 把叶菜类用好水穿烫30秒。Set three， 蔬果跟水果2:1放入果汁机。Set four， 加入150cc Brita 好水。这样绿拿铁就完成了。这个口感有蔬菜的清新感，又有水果的甜，比想象中的更有层次。Amazing！ 我感觉身心都进化了，还不赶快用 Brita 打开臭好水，喝出全新层次感。